大家好，我是刘姐。自从前几天我发了一个北京的小药店感冒药都已经到货了的那个视频之后呢，咱们到前边药店看一看现在感冒药啊什么的都还有没有。就是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小药店，看见有人在买药。小药店到了，咱们看看感冒药是不是已经都到货了呢？哇，真不少啊！哇，这药真不少啊，这么多。没人呐，感冒药都挺多的，没人。你试剂盒来了吗？没有啊，那我等了。就是这个视频我发出去之后呢，收到了好多外地网友的留言，说他们那边的感冒药啊退烧药都没有，希望我从北京能给他们联系一些邮寄过去。您是我的粉丝，我们就是一家人，为此我特意和我们附近这个小药店对接了一下，在平台的支持下，估计现在好多网友已经收到了他们需要的药了。感恩平台的大力支持，感谢网友对刘姐的信任。您是我的粉丝，我们就永远是一家人。现在我们已经放开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回到3年前一样，能够幸福的生活。